2021年6月23日，中国空间站里，三位航天员的吃播火了。他们边吃苹果边工作的镜头又萌又科幻。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都是天舟二号运到中国空间站的，而惬意的太空生活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制造的综合实力。 通往制造强国的路，永远离不开梦想和拼搏。国家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我们正行进在逐梦的路上，更多指向未来的努力正在继续前行。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2015年，即是我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要不要放弃东莞的工作，到宁德去？内心非常忐忑。宁德，去还是不去？玉红刚画了一个矩阵图表，逐项打分，用理工男的方式做了决定。 这就是宁德，虽然只是福建的山海小城，但在这里，玉红刚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活力。仅仅8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聚集了数万名像他一样的人才，吸引他们而来的就是当今最火热的新能源产业。玉红刚来到宁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储能长寿命锂离子电池项目的技术研发。 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觉得年轻嘛，只要是有新东西，我们就可以去挑战。新能源技术是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破口，中国正走在加速发展的道路上。实验室里，玉红刚和他的团队正在将充满锂离子的电芯阳极极片。 放在绝热环境下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常规锂离子电池的寿命只有3000到6000个循环，而他们将电池寿命延长到12000次循环，实现了全生命周期阳极锂离子补偿技术在储能领域的工业化应用。好，我们这个循环数据好像没有达到我们这个预期啊，所以。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次就是，遇到各种挑战，通过这种碰撞，一次次去分解，然后去解决掉。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历经4年，长寿命电池储能项目成功落地，取得60余项专利，把这种技术拓展应用到电动汽车领域。 开发出的锂离子电池寿命能达到16年，总续航里程可以超过200万公里。这条全自动电池生产线是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每1.7秒就有一块锂离子电池从这里下线，24小时不停，依然供不应求。2020年，全世界每销售4辆电动汽车。 就有1辆搭载着产自这里的动力心脏。这座在滩涂上迅速兴起的锂电小镇，正成为全球瞩目的新能源产业聚集地。发达国家也在开始大力推行这个新能源的技术。
那么他们本身有优秀的这个研发的氛围和先进的工业基础，那么他们这种奋起直追的话，也倒逼我们更加的努力，不断的去实现下一个突破。从材料到应用，汽车正迎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在突破新能源电池动力瓶颈的同时，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同样也是全球汽车业竞相发展的黄金赛道，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逐梦。这是6年前我们在宁夏的一家铸造厂拍下的画面。粉尘、噪音、污染严重。而时隔6年再来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 3D 打印基地。他们正在颠覆着传统意义的铸造生产。车间班组长王建刚最喜欢上班的时候穿一双白球鞋，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智能车间，3名工人管理着14台 3D 打印机，这些打印机24小时作业。王建刚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取出打印好的数控机床部件砂型，就像从烤箱里取出刚刚烤好的糕点。彭凡现在要去实验室测试他们最新研制的树脂材料和控制软件。在脏乱差的铸造厂干了30多年，他立志要做铸造产业的颠覆者。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寻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去改变。我也是在这样一种梦想的驱使下，所以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办。一台打印机集成了上万个喷孔，喷出的
而在总装车间里，一台铸造沙型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框架总体吊装，用它可以打印一个3吨重的成年非洲大象模型。6年前，彭凡带着大家在车库里组装出第一台铸造沙型 3D 打印机，现在他们可以批量生产铸造沙型 3D 打印设备，去改变更多的铸造企业。我们经常问我们的干部说，我们的子女今后还会干这个行业吗？没有人会举手说我会把孩子去干铸造。可是这个行业又不可能淘汰啊，所有的装备制造的零部件，设备当中的零部件的重量40%-60%都是铸件。换句话来说，离了这个铸造，我们不可能有装备制造这个产业，所以唯有要改变这种生产方式，才会有人干。目前，中国有26000多家铸造企业。3D 打印和人工智能颠覆的不仅仅是一两家工厂，而是整个行业。彭凡仍然奔走在逐梦的路上。让曾经需要汗水和体力的生产充满智慧，这是中国制造迈向高端的必然路径。各种创新的尝试中，很多传统产业触摸到了世界最新的潮流。严文炯从部队退伍回乡后，迷上了玩无人机。没想到这份爱好开启了他的事业，田间地头成了他新的战场。他能让我真正的把爱好当成了职业，得到了家里的支持，得到了朋友的认可。二号车1月24号可以实施作业。可以。好的。3个作业队，每天有200架飞机在同时作业，一天就能完成10万亩的植保任务。过去，这需要上千人花10天时间。我们有科技、有机械、有更年轻的力量，可以做更大的事情，研究更多的科技来服务山东。是新的农业的创新革命。今天这款农业无人车能根据不同农事需求设置不同的作业模式，在智能控制下无人化精准作业，成为农田里的变形金刚。科技进步推动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跨越，与此同时，信息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向各个领域加速融合，重新改写着发展的光谱。
上探测这个光的这个信号。刘伟平所在的公司要基于自主研发的数字光导探测器技术，制造一台两米的 PET CT， 实现全身信号一次覆盖。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它的难度你可以认为就是10倍的部件数量，然后40倍的灵敏度的提升，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有100倍的一个计算量的提升。把这个线呢，不要磕。这是第一台能够实时动态监测药物在人体全身代谢分布的高端医疗设备，被称为人体哈勃望远镜。好，慢一点。OK 了。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捕捉到以那么高时间精度做的一个动态的图像。整一个过程像一个电影一样，非常好的呈现在我们每一个工程师的面前，当时还是非常兴奋的，所有人都很激动，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没有过的。这里面就是体现了中国的制造，不但是中国制造，而且是中国创新在里面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上海中山医院世界首台两米 PET CT 系统已经开始为患者服务，1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全身 PET 扫描。它不仅让医生实现对重症患者的精准诊疗，也给新药研发等一系列领域打开无限可能的大门。行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宛如行走在没有路的无人区。只有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索，才可能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39岁的时候，潘克飞回国创业，落户苏州工业园。他要做导电新材料。刘伟平培育晶体，而潘克飞培育的是银离子。这个就是我们做纳米银线的这个原材料，它已经是一个银盐了。那我们呢，接下来的工序就是要把银盐还原成银金属。这些顺水游动的银白色线条，就是潘克飞团队自主培育的纳米银线。这个材料有点像女孩子的头发这样，又长但又细，它实际的直径是头发丝的万分之一，所以大概只有20纳米左右。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10万倍，我们看到的纳米银线像线团一样交叉纵横，它的长度是直径的1000倍。2015年，他们用自己攒的机器，自己设计的卷对卷涂布工艺，终于生产出纳米银导电膜。钢铁、水泥是传统工业的重要基础，新材料就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石。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征途上，材料创新正在推动着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这是一间不开灯的工厂，没有人头传动的产线工人，只有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提醒我们，生产线正在热火朝天的运转，24小时不停，一天能产出数千台智能手机。而产线上的这款智能手机搭载了中国工程师自行研制的芯片。2019年，在北京清河的这栋大厦里，左昆龙博士带领了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开始了芯片的研发。他们第一个目标是研发一款手机的图像处理芯片。如果是我们不投入制造，不投入这个芯片设计，那么以后我们面临的就是我们可能掌握不了这个数字。调整啊，然后调整完，然后再去对比啊，对比后再去调试参数啊，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个过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种拍照这种效果。2021年3月30日，这颗取名为澎湃的芯片终于公开亮相。虽然这不过是一颗辅助用的影像芯片，但也足以让人心潮澎湃。那我们下一代芯片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有比较多的提升。小小的影像芯片只不过是起点，放眼整个芯片领域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为起点，然后重新出发，回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手机的核心的这种芯片旗舰 SoC 芯片的这种设计制造当中去。物联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芯片技术的大范围开放式应用，万物互联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距离北京400多公里，乌兰察布察右后旗，今天智能工程师们要在这里对改造后的房车进行实地测试。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环境去测试呢，是这里的天气多变，这里恶劣的天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设备联动造成影响？验证通过，欢迎回家。打开加湿器和新。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智能设备利用离线模式实现联动。万物互联，智能生活，追求梦想的脚步一直在路上。未来就是希望这些设备是有自己的学习能力的。我们正在往期待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在前进，希望帮更多的人去感受到智能生活带来的那个美好体验。
2021年5月15日8点20分，天问一号携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当它在火星上第一次留下中国足迹，不仅标志着中国人的航天梦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也再次展现出中国工业的强大综合实力。而此时，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师孙泽洲和他的团队仍然坚守在岗位上。我们地面呢，把要做的工作的目标啊，通过这个指令呢，上入到火星车上去。火星车呢，就完成这个指令目标的这个工作，它再把它完成的结果呢，传到地面下来。火星探测是中国迈向升空的第一步。中国航天逐月追星，步履从未停歇。未来还将开展载人登月，并准备去探测远在7.8亿公里以外的木星。火星呢，几个月可以到达，未来的这个木星呢，要几年到达，甚至更远的会时间更长。团队里的年轻人呢，我觉得他们会，更好的担当起后续我们的这个深空的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担子和这种责任起来。定义未来的永远是人。从星际探测到智能制造、新型材料、绿色能源，还有更多从未抵达的远方，召唤这些年轻人展开想象，付出努力。回望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历经百年奋斗，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跨越。一个现代中国在历史的翻转与超越中踏浪而来，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强国基石。